朋友们，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音乐总编和我们开幕式主题歌的作曲者陈其刚先生。陈其刚先生，我其实在奥运期间呢跟张艺谋导演也做过一次访问啊，那他也就披露过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那就是在你们选定我和你作为主题歌的时候，当时你们并没有选刘欢和萨拉布莱曼来主唱这首歌曲，而选的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的歌手，而且因为这件事情你们还争吵起来哈，有没有伤了兄弟之间的和气？经常争吵，但是从来没伤和气。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为什么一开始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很偶然，就是在我没有进入奥运之前，在上海的一次音乐会中间，看到了常石磊，就是后来我们在这一年中间始终演唱主题歌的这个歌手。你觉得他们的声音是什么打动了你？我今天之所以来，我就是想跟大家见个面，然后呢，想说一下。就是大家听到刘欢的这个版本的时候，认为刘欢的这个歌就是我们这个主题歌很软，但是如果你们听到我们原来这个一年中间这首歌始终胜出这样一个版本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其实比刘欢那个版本要软10倍。我希望我们还都站得住哈。那我想呢，今天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我们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看到的是刘欢和莎拉布莱曼的演绎的主题歌，而今天我们就有机会看看这个原版的声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做好准备，我想我们的心一定会变得非常的柔软。永远一家。